多位书法大师创作拢有精彩甲情怀。国立台南大学双语书院典藏国内多位名家的作品，本次以三国时代为主题，精选二十多件的书法作品，要和大家来欣赏。我都说起风了，好，起风了这几个字就是从《三国志》里面衍生出来的。好，那此次双语书院来办一次这样子的三国，好，那个故事，哎，三国时代的人物，好的画的这个书法展，啊，那这个作品里面呢，哈，有聚集了很多相当书法界的有名的大师级的老师，好的作品，所以我们希望再次的，好来供大家来欣赏。双语书院伫咧十六当今将军文兴登300周年庆的时阵收藏这的作品，希望透过这次的展览，互观众者实在风云变幻的三国时代。富含历史文化意义。原本呢，这个是在2008年，也就是97年，好，哎，庆祝这个文衡殿好建庙300周年的书法展，好，那事隔已经17年了，所以啊，我在此我会再讲说起风了，就是希望这些艺术作品好，原本是湘语书院的馆藏作品，好，希望有这样的机会再拿出来。好，供好所有的游客来欣赏。本次会展期到12月29日，欢迎民众到将军双语书院来欣赏书法大师精彩作品，借此感受艺术之美。咱天新闻台将军区采访报道。